你就是夏迎春吧？开门，拖他出嚟。系，大人。迎春，是你？我答应过回救你的嘛。如果真凶已经落网，你没事的了。无言迫于无奈，唯有利用符机之术到阴间请翻受害者微凉出嚟，向大家解释清楚件事的始末。窗外有人。咁即系话，当时微凉被杀的时候，有人刚好在窗口经过，而见到整个杀人过程。而呢一块布碎很有可能是目击证人慌张逃离现场的时候不小心被个窗边勾烂嘅。一定是呢个目击证人怕被人发现他的身份。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他将热衫抌咗落个井度，谂住销毁证据。如今连唯一的线索都断埋啦，去边处揾呢个目击证人出嚟得噶？连个天都帮埋我，我真系幸福齐天。今夜丑时将黄金十两放于后山舍神之下，否则杀人恶行将会公诸于世。是石头啦，难道你以为我真系蠢到俾黄金嚟啊？你想点啊？呢个阉人竟然连我田宽都咁勒索，你梗系嫌命长顶啦！我求下你放过我啦，我最多唔话俾人知系你杀微凉啦。系我杀嘅咁又点啊？个婆娘根本就自寻死路，咁难得先揾到佢做我替死鬼。你咪由得佢拉去斩头咯！你竟然嚟勒索我，怪嘅就怪你自己太贪心啊！你哋点解会喺度？端木太子，你记低晒佢刚才亲口承认系佢杀死微凉嘅说话未啊？一字不漏，清清楚楚。无艳姑娘果然好计，咁就引得佢不打自招。呢啲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哇！你仲戴住人皮面具，唔焗咩？连你都呃到，我呢个内侍神算扮得出神入化啦啩？点解？其实我唔怕话你知，我一早就喺迎春口中知道你就系杀人凶手，只不过一直苦无证据啫。所以我哋就当住你面前做咗场符机嘅好戏。你哋话符机系假嘅？呢个大王咁蠢都识问啊！若然我真系识得符机之术，可以招到微凉嘅鬼魂上嚟，我直接问佢边个杀佢咪得咯？我使乜兜咁大个圈，又揾件烂衫同埋根本唔存在嘅证人先得噶？原来所有事情都系假嘅。唔系你又点会相信真系俾人见到杀死微凉而自投罗网咧？我讲咁多做乜嘢啊？拉佢翻去见大王，等大王定夺吧啦。你讲得咁大声，你去拉啊！系咯？废话少讲，想拉我，冇咁易。啊哇，果然厉害！不过宫女同个丑妇好熟嘅咩吓？救咗佢不特止，仲要立佢喺身边服侍佢。回大王，无艳姑娘确系提出呢个要求，唔知大王意下如何咧？佢要就俾佢啦，总之一谂起佢就烦。其实大王今次应该高兴至系。无艳姑娘今次妙计擒凶，足以证明无艳姑娘是智勇相全的巾帼英雄。巴闭！大王，他招无艳姑娘成为娘娘，相信必定能够辅助大王，令我哋齐国更加壮大。到时候大王必定能够名留青史。如果佢真系做咗娘娘，寡人真系唔慌唔七恐流屎啊！大王福大命大，定会长命百岁啊！一日最衰都系你个田海啊，连个下属都管唔住啊！偷情就算啦，仲要搞到杀人。卑职一时糊涂，请大王恕罪。寡人罚你有咩用啫？寡人罚你个秋裤就会走咩？之前同寡人讲，话证据确凿，一口咬定我宫女杀人，
而家好啦，俾個丑妇攞晒彩啦，名留青史喎，巾帼英雄喎。大王，田海今次处事的确系有疏漏，之但系又唔可以完全怪晒佢嘅。咁多年嚟，田宽一直都系循规蹈矩，又点会估到佢竟然同个厨娘有奸情，搞到杀人家祸咁大件事啊？哎呀，呢样都算啦。以后个丑妇大条道理留喺宫中，日对夜对，独后独鼻，寡人都唔知道用咩方法赶佢走添噶。你个田海啊，今日寡人见到你好激心啊！快啲令命面黐埋墙，寡人唔想见到你。系大王。美娘，杀害你嘅凶手已经正法，希望你怨气尽消，可以安心上路。听讲美娘自从喺粮仓被人杀害之后，嗰度一入夜就会阴风阵阵。郎中令大人啊，吓亲我啊！做亏心事啊！我哋放心，你呢条命咁硬，冇咁容易死嘅。郎中令大人咁讲系咩意思啊？你入宫短短一个月，已经先后害死梅娘同埋田宽两条人命，你果然名副其实，真系红颜祸水啊！郎中令大人有所误会啦。媚娘是被田宽害死，田宽杀人田命都是罪有应得，在这件事上面迎春只是受害者，请郎中令大人明察。哦，你个丫头还在那里驳嘴，如果不是因为你，媚娘会死吗？就算你爆她几多次一样没用的，小心她冤魂不息回来找你报仇。媚娘在天之灵应该知道是不关我事的。咁田宽呢？佢生前得唔到嘅嘢，话唔定死后都要翻嚟揾你，风流快活都未定啊！请郎中令大人讲嘢庄重啲好喎。吓你个丫头啊！居然同我讲啲咁说话。我身为郎中令，同大王一样系姓田，同一个宗室，即系话我同大王都系一家人。只要我同大王讲一声，立你个丫头做我第八房妾子都仲得啊！你唔好以为得到嗰个未来娘娘欢心就可以目中无人。我同你讲啊，嗰个女人做唔做得成娘娘都仲系未知之数啊！总之，好自为之啊！迎春，乜你识我咁耐，仲未睇惯我呢沓胎字咩？唔系啊，唔系啊，我头先攞啲糕点入嚟，点知转个头啫嘛，就唔见咗两件啦。无艳姑娘啊，你估呢度会唔会有鬼啊啦？唉，我以为你话有贼添，鬼咧呢个世界就冇噶啦。可能你系咪因为做嘢攰得滞啊？不如早啲翻去休息啦。可能是啦，咁我翻出去先啦。大师姐好衰噶，咁大力敲人个头，好痛啊！无谓啊，你扮鬼扮马唔紧要，你做咩吓迎春得噶？人家谂住得闲无事啊，咪练习下奇门遁甲隐身术咯。正好迎春又攞啲糕点入嚟，咪顺手攞咗两件嚟食咯。点知佢咁胆小喎？你只喂食猫啊？诶，不过话时话，迎春咧整嘢食真系好好食啊！再食先，我唔识食啊，休息。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就快啲揿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